大家好，我是 Annabelle， 今天同大家介绍海湾花园最笋、性价比最高的两房单位。咁佢有两个入口啦，一个咧就对住旧澳大体育馆啦，而另一个咧就系对住圣公会中学。今日我哋睇一个中层嘅两房单位，950尺，一入门口就见到个大厅啦，客饭厅分明。跟住呢度就有一个好大嘅露台啦，可以攞嚟做晒廊。呢个单位咧主要就系向东南就望住内园嘅景观啦，就非常之清静啦。除了客厅之外，另外两间房都是向东南的，望内园都是十分之清静的。露台的左边就是厨房的位置，厨房就有一个超级大的窗，就不怕煮嘢食成屋都有烟。而厨房的对面就是厕所，厕所都是相当之宽阔，还有一个大窗是属于名厕来的。我入来看看房间，首先第一间客房，咁你可以留意到啦，客厅同埋房间啦都系冇乜横梁嘅，而且咧间房咧又大又市正，方方正正，成屋都好市正，就唔怕话三尖八角。跟住就嚟到主人房啦，主人房呢度咧仲有一个露台嘅，咁所以呢个单位咧就系一个双露台嘅设计啦，咁呢度都可以落嚟做一啲晒晾咁样啦。跟住呢个凹位就可以整翻一个入墙嘅衣柜，跟住呢度咧就可以摆翻一张床。如果你对呢个单位都有兴趣嘅话，欢迎打电话俾我约我睇楼啦。我哋下次再见。